係 Tom 啦，咁啊佢係SoftBank 嘅一個founder啦。咁我就負責好多成公司嗰啲雜項啊嗰方面啦。咁啊 Kim 就 research 性重啲嘅，咁去介紹自己。我嘅 SoftBank 其中 founder。咁我哋公司有做前瞻性少少嘅科技啊，或者 AR、VR、AI 啊，可能 robot 咁樣嘅業務咯。很使用我哋嘅嘢咯，即係譬如我其中一個業務係做 robot 嘅，咁佢就願意喺佢九樓依度就作為一個大使咁嘅身份喺度，咁就即係可能 exchange 翻呢度嘅啲租金咁咯，咁樣即係個咁樣嘅關係，又可以 help promote 到依件事啊，對我哋嘅 course 又可以減輕，想創你個心啊 ，the way 係嚟指路明燈。